今天我不走了，减肥计划暂停，加班为了 immortal。 啊，好想谈恋爱啊，我的男朋友最好又帅又酷又能吃。我要是结婚了，你们可都得来啊，我们是 immortal family。 哎呀，真是没想到他 immortal 一待就是13年，一点浪漫都没有就找到了事业的归宿，这算是一见钟情吗？朱茵姐，我要是能在 immortal 待这么久该多幸福。我和我男朋友说了，等忙完这段就结婚，可是他现在都不相信我的话了，是我爱 immortal 胜过他。喂，讲真啊，今天憋不出个字来明天就别来了。还有昨天晚上谁加班用我牙膏了？用你牙膏怎么了？记得明天把你洗面奶也带来。哎，一木哥，你的面膜我包了。能在 immortal 工作好幸福啊，每次别人问我在哪工作，我都特自豪地跟他们说我在 immortal。慧珍，你怎么回来了呀？我一直在楼下等你，见你没下来，所以我就上来看看。该转身离开了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忽然觉得好累。是的，没错。让我躺一下可以吗？睡吧。什么话都别说。天空留不住一片。 OK， 那我们就开始猛攻太阳。来，扶着面鼻子。别下床的也会你以前做得很好了，不能更好了。不要再勉强自己了。杂志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快出版了吧？我说咱俩的事儿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慧珍啊？我可真有点瞒不下去了。这两天去你们公司，你还真可以装的就跟真不认识我似的。我真不想再瞒着他了。快了。很快所有的事情都将公诸于世，再也不用瞒他了。先走了。公诸于世怎么说那么夸张，又不是什么大人物。我在这儿，亲。祖，姑姑叫你出来，怎么让姑姑等这么久呢？真是没礼貌。言归正传 ，Immortal 这样下去，到底要怎么才好呢？这样一直放着不管，也不是办法。So I think。在总经理上任之前，我们应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完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命，我们全都要失业了。这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吧？李梦可不会消失。
梦都一定不会消失。只能这样了。但是，真的好舍不得。